老大，你们没事吧？你觉得呢？老板。那我把车停到车库以后就先回去了。你开我的车回去吧。谢谢老板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搬过来住？老板，我东西还没收拾呢，明天我再搬过来吧。哦，对了，老板。男孩子在外面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哦，千万不要吃陌生人给的食物，也千万不要喝陌生人给的水哦。拜拜。哎，看来这苦肉计还真是有用啊！小心你答应搬进来住了。说吧，怎么感谢我？受苦的都是我，感谢你什么？哎，男孩子，你说。小仙女怎么知道你还是男孩子呀？啊！哎，老大，不带这么卸磨杀驴的吧？爸，你在家呀？我一直都在。一直都在？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你脚怎么了？你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不重要。哎，刚好我有个重要的事要跟你说，你看看这个条款。虽然呢，我答应做你的生活助理住进来一个月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约法三章的。比如说，你不能抢我的口粮；再比如说，你进我的房间之前要先敲门，以免造成什么不必要的麻烦。就你，能造成什么不必要的麻烦？我是担心自己给您这双只能发现美的眼睛造成什么不必要的麻烦，以至于给您的心灵带来什么不必要的负担。嗯，有道理。继续。然后呢，是公私分明，毕竟我现在又当司机又当生活助理，
我的工作严重饱和，所以你不能占用我的私人时间，因为我还要给慧心和花店帮忙，不能因为我住在你这儿，你就耽误我的私人时间。可以啊。再然后呢，是人权平等。我只有工作的时间是你的员工，但是私下的时间我就是我。私人时间的私人事务，你不能从以老板的身份过来干涉我。我们的私人生活互不干涉。可以。再然后就是，上次说的那个三倍工资的事情，你可不能反悔，要不然就是欺诈劳动者。没问题，还有吗？应该是没有了。哦，但是我还有追加补充条款的权利。都行，可以。哎呀，老板，我已经录音了，这个可是证据，你不要反悔啊。好了，我先吃饭去了。等等，我也有我的约法三章。您说，在我家，我的东西不可以乱动，公共物品用完之后要放回原位，包括角度。角度？你有你的私人时间，但是我有事的时候，你必须随叫随到，工资可以另算。知道了。还有，在我家，不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墨雨，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就应该多回来。